我要餐厅。睇一出。Hello L Man 嘅读者，大家好，我系阿Jack，我系姜涛。拍戏嘅时候就好似过紧另一种生活咯，因为你拍 MV 你要好 hold 实自己嘅状态啊嘛，即系你要型，你要喺个镜头前坐。对于我嚟讲，拍戏系放松啲嘅，真系。因为你有时你个妆容已经系你已经着短裤短衫，同你喺度喺个梳化度咁样，所以就。其實嗰個外觀上已經令到你嗰個心態好好大嘅轉變。拍 MV 係通常都拍一兩日嘅啫嘛，即係你唔會 keep 住個情緒好耐。而拍戲嘅得意之處咧，就係你可以同個角色生活一個月、兩個月。咁我覺得係幾開心，你完全可以代入到好似今次套戲咁樣啦。你就用子軒嘅角色，佢嘅性格去生活啦。其實在我自己子軒呢個角色裏面咧，都要去找到佢嗰個狀態嘅，即係我要諗佢嘅性格係點啦，跟住佢係一個導演啦，跟住我又要好獨立思考，又要好清晰，即係我會用呢個學霸嘅狀態去做子軒呢個角色咯。但係同朋友相處，其實就係一個好真實嘅自己。方程嘅狀態，我就覺得我好多時候會攞一部分自己嘅經歷出嚟，因為我覺得佢真係同我經歷都好似。咁當然方程有好多我未歷經歷過嘅嘢啦，例如佢爸爸坐咗監嗰啲，即係你要好想像到一個角色喺寄人籬下咁多年嘅生活，即係嗰啲係前期都諗咗好多。如果我係咁樣嘅人，會點樣？有一啲諗翻以前嘅自己，俾自己有一種啊，又記得翻嗰個初心嘅感覺。